以本计时，移动一根磁铁。哇，好聪明！好聪明，一秒钟就完成了。时间到，你们考什么？好，好聪明哦！不是，三加三加五等于八，移动一根呢？麻烦，而且也可以那一根放在那个五上面，变成三加六等于九。有吗？有，可以了，可以啊，对啊。对啊，嗯，也可以啊。哎，那我也知道答案，那我可以就是没有，不行啊，因为你已经陷害他了。你害他嘛，没害成就害到自己，变零分，零分了，这边变五千了，各位。哎呦，看吧，好，各位马上看我们最后一道题，来，下一题是历史题，请出题。历史，自古流传下来的民俗忌讳相当多。像是在中国戏班子中不可提到蛇，请问在中国戏班子中提到蛇时，他们会改说成哪个字来代替？太简单了，这缺哥一定会。我跟你讲，这我有。这一题我可以跟各位保证，红百红绝对不会。这缺哥一定会。我太了解他了。这缺哥一定会。缺哥，对你来讲很容易，可是对他啊，对，他讲历史他真的不行。对对对。给我。你跟他差几分？我会，我现在零分。零分啊。哦 ，Vicky 零分了。哦，他会，对啊，因为他会让他打，我让他打。天才，答不答？啊，可是我答没有用，因为你都就搞威呢，真的。对啊，而且这个男人，我刚都替你忍下来，给我，达米，你给我。垫第二。我不打，但是我还是给白羊打。是吗？对啊。哦，他一定错。好，来。假蔡依林，你就啊不是假蔡依林，虽然说长得像蔡依林，对不对？那九令一定很羡慕你老婆的身材。哎呦，穿稻草屋。好的，稻草屋。我要准备，免得答被打头。嗯，请看备选答案。请问在中国戏班子中提到蛇时，他们会改说成哪个字来代替 ？A. 蛮 ，B. 蛰 ，C. 蛰华。D 溜，另外一个说法，嗯，京剧里面他们也不提蛇，叫小龙。小龙，对啊，我刚刚以为的答案是小龙，哎，还好我没去打。但是因为他是说哪个字，对，会用一个字，一个字而已，一个字。那这个是民俗的中国戏班子里面属于闽南这个系列的。哦，闽南系会用这个字，好，我知道了。要不要这个？你好，在提示啊。好，请作答。B， 折。对，折。因为蛇它是不可能折起来的。不是，是因为里面那个字是最少、最奇怪的。没有，很像蛇，有没有？手。蛇。然后这边有一个蛇。折。有没有？有那个味道，对不对？蛇。好，一起来看是不是正确答案。来。怕这里有只蛇，这里有只蛇，蛇蛇蛇，那是应有吧？那是应有大蛇头，这里有蛇，那边有蛇，黑不敢换啦。哎，叫蛇有蛇啊？什么？这闽南是溜，对，闽南语叫溜溜溜溜溜，所以他们在戏班子里面叫几杯溜哦，对对，叫几杯溜，几杯溜，他就是痱子粉。目前战况，曲哥是负18850，没有变动。然后百荣姐是零分 ，Vicky 姐归零，大明哥2000分，计谋成功耶！来，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恶魔的条件。恶魔的条件，这一回合以抢答的方式来抢得发球权，答对题目或陷害他人成功者，就可启动恶魔的条件，产生大逆转的机会。每个条件只能使用一次。究竟四位参赛者谁是最后的赢家呢？好的，恶魔的条件，咱们手上有个牌子，最高分数是啊2000啊，哎呀，啊，最赢的可以先跳，自己打开看一下，可以看吗？可以啊，奖金乘二，哎呀，这个好嘞，这个不错哎，不错，但是也不过4000嘛，没有，没关系，我们你这个奖金乘二，你的应用的方式有很多，你也可以给他乘二啊。
他就付三万六。对，他就付三万六。我可以给他吗？现在？不不，你要答对才能这样才能用嘛。好吧，那我就付三万六了。对啊，报废没收。三万六付的，再来一个正负变号啊。哎，这样也不错，正三万六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两个是怎样？这次你要抽得到啦，对啊，要抽得到才行。对啊，要洗牌啦。要洗牌，洗牌。什么？抢夺奖金，正负变号。宋恩，你没希望了。可以用在别人身上。还有什么超级大红包啦，对不对？就不要超级大，比你多一千，比你多一千。接着下来呢，听到。题目出完之后，请抢答三个字很清楚哦，请抢答你才能答。好 ，OK， 好，请抢亲，你一答的话就淘汰，好不好？请抢什么？抢亲啊！抢亲，抢姑也不行，抢姑也不行，抢答抢姑，知道吗？好，一起来看看这道题目是跟什么有关？生活题，请出题。阿宪每次切洋葱总是切得泪流满面。请问什么方法无法防止切洋葱流泪的情况发生？你可以先抢下来，自己没有把握再推给别人打，对，好吧？好 ，OK。请抢亲，哎呦！请抢邻，哎呦！请抢答，啊，这就可以了。厉害，中文中文，人民手快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哎，打不打？好紧张。对啊，我答。厉害！如果答对的话，如果他答对，他就可以说比他多一千，达明哥多一千，对，也就变成了，这样也不赖。你要答对啊！就这样子，请就位来。他这个选项要答也是对的。你能利用这样，我们背景真的好用心哦，每个背景都有换不一样。哇，你好认真哦，我都没注意到哎。对啊，你看他后面的背板也都不一样。后面还讲干嘛啊？好了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备选答案是什么。来，请问下列哪个方法无法防止切洋葱流泪的情况发生 ？A. 先冷冻后再切。B. 在流动的水中切。C. 洋葱上涂抹盐巴。D. 先在热水中浸泡。哎呦。很简单，好不好？简单，对不对？简单，简单哦。嗯。A， 先冷冻后再切，请看是否是正解。来，我错了。你真的没法翻身。对呀，你真是的，老朋友我以为。你要小心哦。没陷阱马上就来了哈。对呀、啊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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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不会了。嗯，说话自由，你以为有那么好猜的事哦？毛掉了，毛掉了。毛掉了，不用了。毛掉了，好真。毛掉了。那妹妹好，好了，回来回来回来，好机灵啊，那妹妹。好的，在洋葱上面涂抹盐巴那是不行的，对，冷冻之后，冷冻之后它那个好像就是味道，蒜氨酸酶就会，那个叫蒜氨酸酶，酸氨酸酶，酸氨酸酶就让我们觉得很呛那味道，对。然后煮过之后，大家会不会觉得洋葱就不再那么呛，就没有那么辣？啊，另外一个答案是什么？在热水中浸泡，热水中一样的效果，就把那个。酸氨酸酶就可以释放出去，释放出去了。哦，所以涂盐巴是没用的。你真的是哦，好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下一道题目，什么？下一题娱乐题。Entertainment， 来娱乐。请问童话故事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，故事背景发生在哪个时间？天哪，太简单了。很简单呢。嗯，我知道。请按钮。哎，没有，要请。是请抢答。我们常做戏，哦，我现在做的对象要做给你老婆看。你那个好像小姐不出勤，你叫他，你老保啊你。